断线了，换一款 G-Soul 30磅的编织线。第一根就这了，因为我没调啊，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，终于把这个线给理出来了，天都快黑了。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欢迎回到 Wild Horse 马列的钓鱼频道。今天我从休斯顿回圣安东尼奥，用谷歌地图搜索了一下回程路上的河流，在这里看钓一下，水看起来蛮浅的，水草里有很多小饵鱼，我想在这里试一下。我们一直在等 Samuel 小河里边洄游的鲈鱼，因为水位比较低，所以从湖到这个小河的位置一直是没有足够的水位，那这些鱼就一直没有洄游上来。像往年在这个时候差不多钓到三月底的样子吧， Samuel 大湖有一个公园，那个地方可以钓白鲈和 crappie， 就是皮皮。有两个原因我不想去，一个是人挤人的，现在疫情还没有控制住，所以我不太愿意去。另外一个呢，他们主要是用小活鱼挂在上边去钓，我喜欢假饵钓鱼，所以我就一直也没有过去。尽管他们钓了很多鱼，路亚钓对我来说是最有吸引力的。我们赶紧开始吧。这一次我用的是白色的剃尾鱼，水里边的这个饵鱼个儿还挺大的，就是看这儿有没有大嘴巴。甩到结构里边，这水超浅的，我比较担心没有鱼。水特别浑，所以看不清楚水底的结构。在这儿钓一会儿，没有鱼我就去下一个钓点。这块有一些树枝的结构。哦，看到水里有一条盖，比较浑的这种野水里边总是会有雀鳝，可能是雀鳝的适应能力更强一些吧。投一下试试看。没啥反应的，一只很小的雀鳝，估计有个14公分的样子吧。哦，我好像还看到一条更大的哎，上鱼！哎呦，嘿，它咬了，然后我杀钩没杀进去，嘴巴太结实了，是一条更大的杆儿。因为我这上边是有一些树枝，我就没有使劲杀钩。再来一下哈，先来钓那个小一点的，这个大一点的盖儿看不见了。谢谢，你看它有多猛，太好玩了，把我的前导直接给切断了。这就是编织线，我的妈耶！这我太讨厌编织线这种造型了，我还是回头拿这个线钓马鲛吧。垃圾啊，一定要把它给收起来，这个特别容易把鸟的爪子啊、嘴巴给缠上。我就不绑前导了，编织线断了就断了吧。那两条鱼不见了耶！TMD， 我都烦死了。好，挪到这里了。哦，在这里，这是那条小一点的，我完全没地儿杀钩啊！这儿没咬，它沉到水底了，我要疯了！地上有很多荆棘扎着腿，树上有很多藤蔓缠着我的线啊！你看这玩意儿是不是很烦人？要么挂线，要么挂我的裤子啊！怎么的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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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！这样的水域肯定也不止这两条鱼了，干嘛非要跟他们较劲呢？再去别的地儿找一找。嗯，有一条蛇。哦，这儿还有一条。这蛇们晒太阳呢。完了，这么快就不见了。小尾巴在哪儿呢？给我玩一会儿。哪块石头啊？我怎么找不见了？蛇感受到你走过来，它就逃之夭夭了。那边有一个涵洞，待会儿可以在那儿试试。那个地方有一条大盖儿，又缠到这上边，你大爷，跟尖儿又缠。
没反应，它不动，鸟鸟办法都没有哎。拿手砸一下，你大爷！哇，这它都不动哎，你也太悍了吧！再来，直接砸它了啊！我就不客气了。在落水之前，它转身就跑了，说明它的视力还是非常敏锐的呀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好的妈呀，一身汗呐！喵，捡到一条小龙虾，是要当我的饵吗？朝这边进发，看这边有什么。走着。啊，这有一个裂缝，我可以在这个裂缝垂钓。没水。这个牌子以前还被枪打过哎，这是子弹的弹孔。好怕怕。涵道里边没东西吗？不可能啊。火车来了。好长的火车哎！哦天哪，终于解锁了。火车经过的时候，我脚底下都在震动。想想生活在这儿的鱼，天天在震动和噪音里边长大，不知道它们的感官会不会受到影响。记得有报道说，城市的鸟的叫声比乡野的鸟的叫声要更大，因为城市里边有更大的噪音。我好热呀！这还是德州的春天呢，热成这样了。没动静啊，没动静啊，到这个洞的正下方来钓一下。水很浅，有没有怪兽过来咬饵啊？没进来。走，老胳膊老腿了，刚才那个盖儿还是没回来，蛇也没有回来，没有鱼啊，那两个盖儿不见了。对不起哦，小乖乖，我想让你为我做件事儿啊，麻烦你了啊。就这样，我在这儿也休息一下。发现了一些什么？我以前在亚马逊的雨林里看过这种，应该是叫切叶蚁吧。小这个甩两下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吓死我！应该也是一条盖儿。田螺姑娘，我饿了，赶紧在这甩一根，然后就撤。好，差不多有十分钟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我觉得我可以撤了。哎呀，我的小龙虾不见了！一、二、三，完美挂上。这又没戏了，我好讨厌编织线啊。